想哭就哭出来吧，别心里不太好。公司的事儿总会解决的，要不然你跟我说说。不用了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。再说了，这种事情你应付不来，还是我自己想办法。 我哥在经营这方面还是很厉害的，从小呢，我和我哥相依为命，我去找我哥谈谈。不要找你哥，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想办法，不要找他。你还在拿我当外人吗？没有。刚刚在桌上，你说请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。 也包括我吧。好，既然你信任我的话，那我也要。陆浩，我也要必须跟你说，不要轻易的相信任何一个人。 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这样很危险的！喂，你疯了是不是？这样会死人的！我不会死。要不是我拉着你，早死了。所以我相信你啊。 我去祷，每当，有一座孤岛，干嘛？你在前面，别动，我不敢大胆一点，大胆一点，我不敢，大胆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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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来到。你是我的缺角，填满了心的空巢。昨天多潦草，扛着骄傲，不敢脱掉黑色外套。你是我的缺角，平淡人生的转角。一定有天使听见我祷告，才让你如愿。
味道。喂，我现在就回来，我马上就回来，你干嘛？我马上就回来。邱队啊！啊，我哥。嗯，那你赶紧回去吧。嗯，但我还想跟你待会儿，因为你好不容易笑了。乖哦，听话，早点回家。回去之后我们电话。